搁再来关心平静与正义长赖清德，今仔日下早啊上班来赴选，头一站是替予人俄罗斯港澳女神的郭嘉如来徛台。过去赖清德捌俄罗斯韩国瑜，讲是百年罕得看的政治奇才。今仔日记者搁再问一解，伊同款讲是奇才，也毋过伊讲是怪奇的奇。另外明仔伊嘛按算要含总统串门，伫咧台南来讲台，敢讲两个人合作已经确定啊？赖清德嘛讲对上新的看法。这个要看林俊宪委员他们啊整个竞选期程的安排，那看来应该是有机会啊跟蔡英文总统一起啊替林俊宪委员加持，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共同努力，让林俊宪还有台南市六席立法委员都能够高票当选。很多人都希望蔡赖配的旗手是。这个事情我已经跟大家报告很多次，那没有进一步的补充。可是下午也好，也有好几站，是不是代表这个您的浮选列车确实一开始启动？是，现在我来到嘉义这里，那中午的时候会到思瑶那里，然后下午会到新北张明佑那里，我们希望父老乡亲能够多给我们支持。党内认为说蔡赖配是选情最后的定心丸。嗯。对，对于蔡赖配。我知道社会有许多这样的看法啊，但是呢，我之前也多次跟大家报告过啊，不管我到美国去辅选，那或者是在国内帮蔡英文助选啊，都是基于我的责任啊，因为我参加初选，那我帮他助选，这个是民主的必然，也是我责任的所在。那我一直想要让父老乡亲知道，其实我一直都在民进党。在台湾队当中一直都没有离开，为了台湾的大局，除了我本人以外，我也要敬请所有的父老乡亲，大家一起站出来相挺台湾，让蔡英文总统高票当选，让民进党能够立法委员席次过半。院长，韩国瑜之前您说他是练武奇才，那现在他出来之后，蛮常有一些失言状况，甚至还说执政都是白白胖胖说你们。你现在觉得他这个人跟您之前看到的感觉？还是奇才啊，我之前的奇是奇特，现在是奇怪，还是奇才。怎么会这样觉得奇怪？你觉得他哪里奇怪？好，谢谢。没有其他问题，那我们要开始了。院长，所以蔡赖配到底有没有提过？有跟您提过了吗？谢谢哦，谢谢。因为我没有其他补充。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，这个因为韩国瑜还是很强。他说那个投票率算下去之后，总统会输一点点。其实每一个参加过选举的人都知道。票一定要开出来，确定当选，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才可以松懈，在开票之前，每一分力量都要凝聚，每一份心思都要持续加油，好，谢谢。